夜市总是流露出浓厚的人情味和生活的温度。来到草屯知名的草鞋墩人文观光夜市，可以感受到这样深深的人情温暖和生活的趣味。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在地农特产品，还有公益慈善团体义卖区，让民众和观光客来逛夜市之余还可以做爱心。8000平的空间里有各式各样的商品，就像是露天的百货公司一般热闹，很受在地人和观光客青睐，还曾经一个晚上就涌入30000人次呢。